好，收工。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我还不知道你是同袍呢，现在可是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汉服了啊。嗯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在淘宝上看到好看就买了。哎，没想到，我穿起来还真不错。你穿是不错。哼，这次骗子转发肯定过千。这是我们的民族服装。喂，妈，今天我和朋友出去吃饭。什么？今天是冬至，你煮了饺子？哎呀，我都和人家约好了，赶时间呢，不说了，拜。继续和我们一起吃饭吗？啊，不用了，我也要回家了。晚上我把照片挑挑，修修发给你。嗯，那好吧，今天谢谢了，拜拜。嗯，拜拜。Thank you.
现在起，你就是一个大人了。